你干嘛？看看你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干了一天活，头也没洗，澡也没洗，脸上都是灰尘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没关系啊，我就喜欢这样的你。我觉得这种味道才会有一种很真实的幸福感。你的口味挺奇怪啊。我的口味是挺奇怪的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喜欢上你啊？你说谁呢？你是不是又想尝尝拳头的味道？有一点点咸。讨厌。看到了怎么了？我亲我的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谁是你女朋友？你啊。所以说呢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你怎么这么不矜持啊？这就不矜持了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不矜持。加一点点花椒，让它提味儿，啊，少加一点就行。嗯。再炖十分钟就差不多了，一会儿还要再放点酱油啊。哎，没了呀，我去拿。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太辣眼睛了呀！天哪，我明天不会长针眼吧？哎呦，他们两个其实一点都不般配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们家千羽配不上你们家单俊浩？哎呦，拜托，那是因为你们家单俊浩对我们家千羽死缠烂打。有时候看着不般配的，可能才是最般配的。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我刚刚太激动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要拿酱油吗？帮我关火。今天不放酱油，放点糖。